你想要见谁？你告诉我，我分分钟叫他来见你。我要见郝超越。我就是啊。你不是。兄弟，咱别闹了，行吗？我没跟你闹。我要见郝超越。 隔这几年呢，过得确实不好。金明总，我呀，兄弟嘛，有钱一起赚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我就是差这一口气。现在的困境，你和我都很清楚。我跑的还不够是吧？还叫我儿子去吗？我当初爱上的就是爱跑步的那个人啊。哇！ 18岁的小将郝超越，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，就追平了亚洲百米纪录，让我们一起祝福这位冉冉升起的新星吧。兄弟，我也不去了。你不是总问我终点之后是什么吗？现在看见了吧？你们中间有的人会越飞越高，也会有人从此告别跑道。 前30年我都献给了这条跑道，我只不过是想换个活法。不甘心的是你吧，郝超越，你还欠我一场比赛。愿我们出走半生，归来仍是少年。各位。 认识一下，我叫郝超越。